进段广告，待会回来我们的完全娱乐。好，继续跑了，张明轩，加油加油！张明轩，跑步对你来讲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对，没错。你平常因为你的唱歌肺活量也是非常的厚的，那你平常在家里有跑步吗？我踩脚踏车跑动。哦，才想所以跑步对你来讲会不会造成负担？也不会。好，所以其实因为江明娟啊，她也发行了专辑嘛，对，对吧？江明娟的江明娟一路走来也是非常辛苦，然后她的梦想因为这样而成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其实这个精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，就像我们这部片的一个精神一样。酷嘛，其实它就是马拉松，为什么用马拉松来做？就其实它是希望一棒接着一棒，人生是不断在进行下去的，对。然后也希望大家看完了之后，对于生命，对于整个人生呢，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启发跟感触。对，那今天就像我们刚讲的，有很多的艺人，但现场也做了许多艺人来到现场。那其实也有六月他今天虽然在拍戏而在忙，没有办法来到现场，但是他个人也买了100张的票，哇，给他身边的朋友，希望他的朋友一起来支持这部这么好的电影。对，不过呢，在我们讲话同时，我个人认为今天的现场有点不像是马拉松现场。是不像什么？因为在我旁边这个，我觉得他在打拳。哎，对，你可以有跑步的感觉吗？要跑步的感觉，这个跑步是非常轻松的，其实你用自己最轻松的方式跑步，你会越跑越久。表示他平常真的是有在研究这个训练这个体能的这方面的事情。好，所以今天现场有非常多的朋友来支持酷马这部电影，也希望呢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好电影呢回去好好的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有这么棒的一部电影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从9月17号开始就感动开跑了，里面有非常多一些感人的这个剧情，然后每个演员都非常的辛苦去努力，包括呢我们有这个很棒的剧情，然后有导演非常用心的叙事手法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部分。那江明娟跑得也非常辛苦，我们谢谢江明娟，谢谢。接下来跑者就换人变成 AD， 加油。好，我们上来之前呢，我们换人要先击掌，Unify 的一个动作，我们来顺利完成这个交棒。OK。